骑着机车的黑衣男加速超车，追上前方小货车。停等红灯时，马上立侧柱，打开小货车车门，用蛮力将驾驶给拉下来。接着，又一名骑士上前帮忙，将货车驾驶拖下车，两个人合力将他压制在地。不过，这时小货车却慢慢往后滑。其中一名男子赶快上车让货车停下来，原来这两名骑士是便衣警察。影片曝光后，网友开玩笑表示，以后都要记得锁车门，也要记得系安全带。有人疑惑这到底是流氓还是警察，也有人表示以为是行车纠纷要寻仇，但是一看到压制手法就知道是便衣警察在逮人，随后还从裤子口袋拿出手铐将驾驶上铐。不过到底发生什么事要这样当街把驾驶拉下车上铐，还有待警方出面说明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